云遮住了、啊。没有关系啊，既然来了就看嘛、啊。你就把它当做运动够了、啊，不然的话对今年来了，阿妈没看到又要下一次又在里面了。你看今年来了，你看，哎，你看要我录影，这样因为可以摆很高啊。有啊，刚刚有照。刚刚有照，我那个地方刚好是提出来的，知道没有关系。我现在把它拍下，我已经拍照了。看那个板凳飘，哎，你们看到吗？而且我们男生进步了。就刚好就放在床上了。